现在进行功夫 QA 赛，最后答对的前五位可以吃东西的最后答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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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前五位没有，那游戏会卡关，没有人要抢前面呢。哎，不是要下来吃东西了吗？再来要。啊！就我们刚刚的没有，我以为是口误啊。哎，很贼耶！干嘛又要这样？我来了，这个单元叫计中计了，计中计好过分的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